当今世界并不太平，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，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，但我们坚信和平、发展、合作、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可阻挡，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愿望不可阻挡。只要我们坚守合作初心，牢记发展使命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定能焕发出时代光彩，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，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。